是草，都是草，都是草。直走啊，对啊，他完全不用出力，他还伸出舌头。不会觉得很冰吗？哎，我没有开光控啊，你有帮我开吗？我帮你开好了。是哦，这里是有。等一下我看一下。有吗？他为什么只显示一格一格电啊？没啊。刚刚你有插着吃饭吗？有啊。一、二、三。我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电了，等下上了缆车仔细检查。你看后面有东西吗？我要摸一下触控，就18%、啊。你要我看什么呢？他说有没有在拍啊？有在拍啊，拍当然是有在拍啊。问题是它这样18%，感觉就不是很好。上缆车检查一下。嗯。好，走，继续走。上面没插那边，它掉了。所以整个吃饭的时候，赶快叫救命了他。好不好？不知道。你看你那个。蓝色灯亮吧，亮啊！好啊，那就好了。很少掉呢。我刚刚只是发现，这五万包包上都是湿的。哦，那是什么？白白的而已，没有破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白白的、啊。
去顶多。你要去烧完山哦。觉得就是可以去烧完山啊，但是就都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哦，你不是说要把花飞吗？对，花那里都 OK 了，就是花到山顶。三点收一收，三点以前收，让它很干很干。反正我觉得那里也算舒服，而且这次的车，王航王子开过来，就变成我们要站在那里等他。嗯。这是唯一的小问题。你都飘着雨，拿着行李在那等他。飘着雪。哦，飘着雪。我这样有在充电了吗？看不出来。那他现在有在拍，现在秀的符号是什么？就是在拍，然后一格电。对，不至于啊，一路都有在充，为什么电会那么少？嗯，还是它是渐渐减少。总之就是刚。对啊，就算放在那个小袋袋啊，它也不是很。它就还是歪七扭八的，我有放在那个把这个装起来的那个小袋袋，但是还是很歪，很歪歪。嗯，好了，那等一下就用 Visa Touch。干嘛？坐车啊？对啊，下车时给。我有剩2%。你说都一样，是说这里啊？都一样，全部都一样。你说这个？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现在我知道了。应该学生就会选这里了吧？统一出发，然后又合宿。
上了。这样还是上得来啊。好了，到了。这里是危险物储藏所，是哪一种危险物呢？灯油吗？看不出来。对啊，看不清楚。第二类石油类，灯油真的是灯油啊。OK 了吗？往下沉去就比较不会雾。是比较不会，但是雾吗？还是会带一点，因为你往下吐，然后你这边外套还是罩着，所以它还是会往上浮回来。那好，车子先拿。对啊。
天，顺其自然。线上一个没有。对啊，我觉得他手脚也太快了，他如果有拆掉，我都没看到他拆掉，所以要把钱拿下来啊。我觉得都拿下来没关系啊，怕他误掉。每次都来一下，我这个也有落杆的风险。你脚过去一点，而且你是开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你是开的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现在看到。脚这么多就会踢掉了。大家把钱分掉，我看得到
山顶了。嗯。只是你说山顶看下来看不看得到？看，现在就是一团雾啊，跟以前的景色差很多。对，还是没有打算去看景色。都不爬楼梯啊？对啊，懒得爬。3.7湿度80那里也可以放。你说这样不算太贵，没有贵太多。他的服务费变少了，什么都看不到啊，看不到了。什么都看不到。吃饭的人很少。对啊，比较贵一点没。
新开的餐厅。看得到四小屋，不是四小屋，高天远，高天远下面也看得到，清楚的吧？西管山也看得到啊，就勉强可以看到这些，看得到啊。八府坪的旅馆群看得到，那边很平很平，我们在华大湾那里。你可以直接换 family 啊。那刚才生意最好的时候就年始年末吧。有人用重物挡在这里。我在考虑要不要尿尿，我去尿一下。